感谢，就是他们今天很辛苦的做了这个这么帅气的舞台，然后就是欢庆，那我们也是就他们梦想实现的时候，我们也沾光，就可以一起享受使用这个地方。但我跟你说，这边其实你也有屁股困扰，所以如果你可以看。不过其实我刚刚原本想说，想要说你的麦克风也可以每一首都换方向，但是呢，我又觉得他们刚刚看张凯婷已经看太久了，他们也是享受看张凯婷的乐趣，所以我有点想死。可以换了，看你的心意。你如果有新的话，你就换没有就算了。这里有左有右的城墙，愤怒的人想摧毁它。有人上过唯一的灯塔，是上面不禁止的眺望。独角的老人正在想办法建立自然的想象，而我只想轻松地穿越它，我并不愿意攀爬。我的双手已不再光滑，我的眼睛看不见远方，我是土壤，灵魂有重量，但是疯狂少了希望。我留在这里努力控制欲望，我的双手已不